这一次我一定行的。哇，我真系第一次觉得真系有录歌嘅感觉啊！平时喺公司度同呢一度嘅感觉好唔同啊！我想问而家出边系咪听到我讲嘢？听到。我咪好大声你啊！哇，唔得，我而家要放松下心情先。哇，都真系几紧张噶，佢哋话。哇，真系。忙到快忘记，怕忘记，能够和你和我去游戏，畅游下世纪。由我去陪你笑和喊，由我陪你闭上眼回戏，飘浮在半空等你。烦恼再烦恼，边狂躁何以还抱？